BLACKPINK 暌违两年，终于推出第二张正规专辑《Born Pink》。继八月的先行曲《Pink Banner》横扫全球排行榜，并炸场 VMA 颁奖典礼后，主打歌《Shutdown》也正式上线啦。他们果然是超狂女团无误 ，MV 上线短短五天就突破1亿人次观看。不过近日却传出他们新歌 MV 的内容疑似抄袭香港女团 Cola， 就有网友列出6个相同之处，不止两团的服装造型相似，都有团员戴上毛帽，另外 MV 场景里都有开跑车、躺浴缸、搭电梯、背对着镜头等情境，甚至舞蹈里都有出现手指下方的动作，而且歌词还刚好都出现 Shutdown， 种种巧合都被网友指说太像了。不过其实 BLACKPINK 这次的新歌是在致敬自己之前的 MV， 很多经典场景跟道具以前都有出现过，所以当争议传回韩国时，大家都在问说抄袭的人们是在搞笑还是真心，这样说反而是 Cola 抄袭不是吗？真的是有够傻眼的。